锅压下蛋，谁的活谁去干。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是埋在土里的珍珠，迟早会灿烂。这不，已经被淹没62年的老人参突然被官方发现。今天我是代表我们村里老少爷们的心愿，找我儿子刘百万进行一次合作项目的重要谈判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到了，哎呀，看我儿子门前，在家还修这么大台阶呢。这台阶整灯泡干啥？多费电这玩意儿。哎，老头，你找谁？不找谁，我想亲自接见一下你们总经理。你要见我们老总？老总，有我在这儿，他就是小总。你是谁呀？谁？这屋归谁管？是不是刘百万？啊，鄙人是刘百万之爹刘老根。你是我们刘总他爹？不信呢？看，这是我的片子。哎呀，是大叔啊！我这就找刘总去，你老先进屋坐啊，我去去就来。小丫头。还不让我进，多亏认名片了，不然还把我拽出去了。小样，让你让啊，我儿子房间这么气着。我的妈，这大场面，这家比我们村委会大多了。这些光，找谁？姓刘啊，找我。我的小猫咪，你是我的小猫咪。不是，我把你忘了。哎，你有了？有啥了？我不是装糊涂，我听糊涂了。生了就给我抱了？我说孩子，你可整明白了，我不是我的。那啥，我刚到这屋，我不是我儿子。我认识我爹，哎，不是，你听了，你听我说啊，我是我爹，不是，我是我儿子他爹啊，我刚到这屋，没人接电话，我就拿起来了。是，你咋的？有啥？爹啊，来了。那什么，你看他来了啊。你电话啊，说是你的小猫咪。啥玩意儿？是是是，有了就抱了。受累了、啊哎、是啊啊，大姐啊，哎，对对，是我是我，刚才是我爹，这刚来啊啊，咱猫咪有了，哎，太好了，那生了赶紧给你给我送过来啊，好嘞，哎哎哎，谢谢啊，好，再见，哎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托人买个波斯猫崽子，有了。哦，吓一跳，我们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切，你在屋穿这玩意儿干啥？脱了，这天老冷了，这两天好像要变天了似的。哎，哎，爹啊，你看，你来时候咋也不换身衣服呢？换衣服干啥？哎，我不是让你给又一套西服吗？收到了。啊，你也真能整，就你爹这体型是穿洋服的吗？不合身，给村长了。你咋给他了呢？给他了，那可是皮尔卡丹的呢。那可不卡当咋的？我穿卡当，村长穿上也卡当。刘总，我再去给老人家买一套吧。你快去吧，孩子，回来。哎，爹，丫头，你干啥？你别，怎么称呼？啊，爹，你是管他叫王姨吧？这什么？不是真大吗？不是，我叫王姨，你得叫姨奶呗。大叔，你误会了，我名字叫王姨，那个姨是寿星那个姨，当快乐奖。是，那你就叫王快乐多好。王姨，你快去吧。王姨啊，真别扭。爹，你要觉着别扭，你就管他叫小王。小王姨啊，你看我这辈儿还上不来了，我这。我就不穿衣服了。不是，说啥呢？那个我衣服呢？我目的不是来整衣服来了，我这次来有重要事儿。嗯，侯胜子。
你看我给你带啥了？哎呀，爹，你大老远带这破玩意儿干啥呀？你说破玩意儿，这是样品呢，还破玩意儿？老少爷们都指这点玩意儿吃饭呢。干啥？今天呢，咱爷俩就是正八经的面对面来一次谈判。你和我谈判？咋的？正事儿，你坐吧。怎么做？随便做呗。你别随便了，这正事儿。用插个小红旗啥的不？人家那是外宾。外宾，我不是外宾，你也别拿我当你爹刘老根。我是代表刘二普全村跟你办正事儿来了，公事公办。我坐这边。干啥呀？我看一般电视上主要人物都坐这边。开始吧。哎，行，请。你坐去。啊，你坐吧。是，你坐呗。干啥握手啊？你看你。你先握手，来握手。我爹给这，请坐。哎。你是笑啥呀？让他记点路。哎，你正正事儿就是正事儿啊。我先说吧。哎，说吧。情况呢？就是这么个问题啊。对了，嗯，那村里还给我写个文件呢，我照着念吧。是，还有文件。那可不，全村啊拿这事儿可当了不得。是啊。开念了吧，念吧。你慢点啊！别笑啊！别呛着。没事，我有点走冷了。爹，开始吧。你念吧，爹。嗯。改革春风吹满地，刘二普人要争气，弯门盗洞找关系。电话来了。这词儿还行吧？行，我快一些。喂，你好，这是刘总办公室，三星酒店。啊，催咱们去做饭去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刘总他不在呀。嗯，好，好的，我一定常达到。拜拜。小丫头撒谎，脸都不红，这边这一比划，那边不在呀。你，要配合挺好。开头来吧。哎，你从头来。改革春风吹满地，刘二普人要争气，弯门盗洞找关系。这电话这么多人。喂，你好，这是刘总办公室。哈，郎总啊，你等一等啊，找你的。喂，啊，老狼啊，你好，啊。洗桑拿，行了，你别糟践我了。哎呦，那几个丑八怪，我，啊，真换了。哎，那咱别哭了啊，说好了，定准了啊。好，就这样，不见不散啊。好嘞，哎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好，哎，你还挺忙啊，净事儿，天天洗桑拿呀。是啊，这不又新开一家，又去桑拿按摩去了。你跟我爹说那干啥？他也不懂。我啥不懂啊，我没洗过，我还没听说过呀。洗桑拿就跟农村呼地瓜差不多，连洗带蒸，最后上屁冲嘛。行了行了，你跟你说完吧。你啊，说啥玩意儿？这开着头还没开出来呢，你这老这一会儿一定要抓紧时间行不行？你行啊。好。哎，改革春风吹满地，刘二普人要争气，弯门盗洞找关系。那还不响呢？他不响你就念吧。我一念字他就响，一念字他就响。他这阵不是没响吗？不是前一段你听明白吗？我听明白啥？你老吹满地吹满地的。是他妈这玩意儿他写的也别扭。就你甩这玩意儿干啥？整了半天接入不了正题儿。就是我用白话话跟你说吧。就说啥呢？咱普子今年的形势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改革春风吹满地呀、啊！我咋又说这事儿？
就是又没落来又没旱，东坡西岭的山楂红丹丹一大片，卖不出去，眼看就要烂。老少爷们急得团团转，找我说你得找你儿刘百万呢、啊。现在人发家都有条件呢、啊，有的地方靠城郊，有的地方靠海难，有的地方靠走私，有的地方靠靠干呢、啊。就咱这铺子啥也不靠，赶紧找你儿子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爹，我寻怎么事呢？怎么的？啊，是，我寻你赶紧往回投钱，是不是？你或者是帮卖山楂，或者是投点钱建一个山楂加工厂，整点山楂糕、山楂片、山楂果茶、易拉罐等等，用多少钱？嗯、你能量盘点正事吧？这玩意整就整这事啊？喂喂，什么？喂喂，还不是这个？哦，银行老站呢。哎，我说哥们，最近又上哪儿去站去了？啊？你别扯这个了啊！好了，啊？还什么贷款？哎呦，这哥们，我现在兜里可没钱呢，你得帮着维持啊。能出啥事啊？我是治。行了，你啥也别说了，反正我现在手里没钱呢。啊，对，你爱咋咋地，我陪着。啊，爹，咱们谈哪儿来的？先别谈，你刚才这电话整个事儿，啊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别跟我没关，该谁钱呢？就是银行过去贷点款，贷多少啊？那咋还不还呢？咱们谈咱们的，你管这干啥？我跟你谈这干啥呀？谈完了你没钱往回投，不白谈吗？哎呀，你那点钱算啥呀？不是，你就老一会儿来电话要钱，一会儿这那，这钱该多少啊？没多少钱。没有多少，不得有个数吗？还得开800多万。多少？800多万。800万。哎呀，大叔你别担心，我们刘总他心里有数。有纸上吗？要保险多贷款，要是贷款过100万，公安不敢抓，法院不敢判。纯扯，王八蛋。东风吹战鼓擂，共产党怕过谁？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消没了，你这800万块钱还想签黄呢？你这，我的妈呀！这不完了吗？你说这不出事了吗？我还搁这谈判呢，这有啥动静啊？嗯？扣你的刘总。不回。扣谁的？谁要扣他？哎呀，就是传他。法院吧。我说狗剩子，说是出事了。你别总狗剩子，狗剩子行不行？我是你爹，我管你叫声小名，怎么还不行了呢？哎呀，大叔，你别总那么称呼我们刘总。你别躲这样，刘总，刘总，这都快成肿瘤了。我这事儿你少管。我什么少管呢？我不管你不成精了吗？你说你不管谁管呢？你说你多能的，现在搁银行整出800多万来。搁这块一会儿桑拿，一会儿按摩，一会儿给人饭钱不给，净扯啦啦啦，吃喝嫖赌的，你这打算怎的？你说啥呢？啥吃喝嫖赌的？干啥呀？咋的？怎么的？我跟你说，狗剩子，永远记住一条，咱可是农村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刘二普言，你祖宗、你爷爷、你爹我，咱都农民，咱们什么也不图。你农民，农民，你老忘不了你是个农民。我他妈你啥阶级啊你啊！哎呀，刘总，要不要叫保安？叫保安，去吧，去叫，把他爹绑起来。你回来，他是我爹，我是你爹。对，我是你爹，我多光荣啊，多骄傲啊！我往村头一站，就像县长下乡把老百姓接见。我明白，老百姓不是看我，我有个好儿子。大款有钱呐，800多万呐，破折号欠款。我这老脸，我回去我怎么说？我这脸我还，我这脸呢？脸可真小丫，你说真不知道半斤八两，这么大岁数了还聊这谈判来了，还要光辉灿烂呢？你说这小丫，你说呸！行了，干啥呀？这是。谁没请你来？说我啥？
我说狗这总啊，我告诉你，我鞋呢？大叔，这一辈子你的妹。等法院来谈来吧。王一啊，最不行的时候往刘二虎捎个信啊。爹，你看，太谦虚了，你是我爹呀、啊，我是你爹。我是你爹啊，我是谁爹？